对，要红你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红啊，要黑掉也很快。对啊，黑掉是比较快的，太阳晒比较快了。他今天被冲了，要去捐钱。对啊，捐那一台 Gates， 才11,100块，三十倍扣，11168，168。对啊，现在一关机，就是也找好了哈，捐给谁？写好了吗？写好了，写好了，写好了。这次就是之前有粉丝私讯我们，希望我们可以捐障碍之家还是什么。不是说财团不好了，财团它本身就比较财团，对，它比较不缺钱啊，早上我们比较弱小，像隔壁一样。好，到了去捐钱。哎，我没想到那个呢，这样这一台车可以卖标这么高，对吧？小车吧，大家爱吧，大家爱心爆棚，有诶，有可都有都有都有。等等，好了，好快哦、喔！反正现在阿姨不在了，不会盯我们写字了，对吧、啊？好了，因为这次就是两份嘛，一个是我们公司，一个就是新的车主，公益车的车主。好，这一次捐的那个是那个之前我私讯我们粉丝啊，跟小志讲的，好，一个障碍的一个，你说障碍家园，哦，障碍家园，啊，账户就直接汇给他。他是教会组织的，教会组织的，对，关怀的，反正我们就是。捐给比较弱势一点的，没有大家很知道的。刚好就是我们总共捐的金额是111,168块，分成两份，刚好一人一半。耶、yeah, ，捐完了，然后再可以回去了。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，我还可以做更多的公益车。好 ，Go， 可以，耶、yeah, ，回去喽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Ferrodo 百年欧系煞车品牌得您信赖。哦，好亮，上面好亮，有灯耶。哦，可以吧？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今天就是我们在整理车子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。双 B 嘛 ，B N W 都会遇到一些环保材质，这个把手坏了，我们就直接来换。一点点，阿兰来教大家怎换。用 P T 啊。东你啊，撸抓我这两两，我哎呦，它是抠掉的，你看我可以把它抠出一层，可以啊，对吧？装这个小东西，然后要把整个门板拆掉，很正常的、啊。梅花 T 二十两颗，现在拔第二颗。它这个门板只有两颗吗？应该啦，我蛮宅啊，很少在拆，手插不进去。我先拿我的特殊工具。等一下，你拿这个会不会伤到钣金呢？不会啊，真的，因为我要插在里面去啊，还是要靠手了，再怎么拆，这里也要，没拔货就是要拔看看啊，哎，找到了，这边有一颗螺丝，嗯，螺丝规格都一样，对 ，T20，新型的。我觉得好像还有一颗、啊，这里应该有一颗，没拆过就是比较麻烦一点。你拆过那么多车，没有拆过这台？对啊，就要小心一点。哦，啊，我找到了，这里我把这个拆起来，放在门中央，螺丝也对啊，在这里哦，藏了好好里面，这里也有一颗，两颗，所以总共有五颗吧？对。哥，下不？好了，它这个是什么啊？导灯条啊，要把它抠起来，然后才能拔。现在一下，耶，行。
可是怎么长得不太一样？因为它这个头，啊，它是这个头。你看，这改过的比较好啊，就它自己插下去就好了。把它攻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螺丝就是锁在这里，刚固定的是在这一块里面。好，现在要把门恢复原状。盖上去。好，可以了。这样都换好了。你这样花多少钱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应该不会贵。要不要查一下？我叫，比如说 M 三指的那个试制，大概一千多块而已。如果是原厂，对，就要一千多块。哦，对的啊，那个阿呆那台都有本体坏的，我们到时候把它本体粘好。嗯。还有后视镜里面的镜片好像也坏掉了，到时候我们再看一下。只是直接叫货就好。雷克萨斯的货应该蛮贵的，但一个都要一万多块了。只有镜片，那后视镜是有那个储物的。我们到时候就是最省钱方式，就是割一个戒指，或者是材料行买个广角镜片去，那是最便宜的。那你要看阿呆愿不愿意啊？搞不好他觉得那就一万多块。对，那我们就问一下，这边先再见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Fe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那就好了，你看是不是一样？颜色不一样啊，阿呆那么那个。那个比较严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整个都翻了，它这个毛跑出来。它这个是要用什么胶啊？喷胶就可以了，差不多了啦，时间到了，都是要用的。你说的储物线是这个吗？我看一下有没有储物线，不过没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就是这个。那自己割的会有这个东西吗？没有，就没有，就要淹掉了。它是怎样啊？粘的呀。但是它应该嫌的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它嫌这个变色。这个最简单的讲，最省钱的方式当然是拿下来给它割，割到黑的里面，就是它贴到是最里面这样，贴上去就是要密合度要好一点，它就感觉不出来了。把这黑线我们再起笔画一条。你现在在讲干话，我就补一条，因为没办法调一个。明天如果有空的话，就是直接去那边踩。这个如果拔下来，你看嘛，上插嘛，插上去，下面扣嘛，嗯，啊，上插后面下面扣，就这样而已。像教了大家会去跟人家借，跟谁借？不好讲。The next day， 啊，你要处理什么？后照镜呢、啊？它原本有那个储物线呢、啊，但是它储物线褪色，我觉得不好看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我问了材料，看你要不要换。我觉得呆董应该可以啊，一个一万多块而已。一边一万多、哦。对，一边一万多。这样了，还没帮我出？还没了，我还没。是光镜子吗？光镜片，所以我跟你讲啦，它线红情况来处理了啊，这个线可能就没有用了。没关系啊，那个应该也用不太到。美观最重要。阿姨，如果你要这个，我就帮你用铅笔画一条，画一条红线。阿德来，阿德上。那个啊，包皮掉。要割啊，那这边呢？我跟你讲哈，我们这次啊，把它复原就好了。如果万一再掉了，我们把它撕成红色的，红鸡皮，粉红色鸡皮。好了，不错吧？好，就这样，交给你了。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帮我洗个车了。哦，洗车，好。没有了，开玩笑，我自己洗就好了。走，我们一个开机，一个开腿。好，已经到了，现在要把镜子拆下来。这边不要打破，因为它这个有黄线功能、储物功能，那热度也没有。它可以传导。可以。行。走快！好，你这样拍看拍得到吗？这片好像比较好一点。现在就是要先做杆子。做几节的它用哪边啊、欸？对，左右边应该都通用。对。对，是这样。好。哦，这边就是啊，广角。对。这个看起来弧度比这个还可以看到更外线。还有钢管纤维去，啊，都要先挂，挂完它修。
们要修修这个，修到这个边缘里面，这框框边缘里面。这只有奥迪不能这样做的，左右边，它左边右边不一样大。哦，对，有 B N W 也是一样，因为它左边大右边小。对，我板子刚好打在那个这个线内，割是割线外，再来拧。大还有的救，小就救不稳。算知道了，算知道。就一样了，它、啊、这个镜子只有两米而已，它热度传送过来就还是可以处理。嗯。就这样。嗯。明白，这样就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你看。哦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这样就 OK 了。这样赚两万。我买一片一万多。我买几块啊？哎呀、啊，四五千块都干嘛做不了？一万多，大哥吧，叫两台，啥？啊，修修的哦。哈哈哈！这两只插一下，这两张插了，这两个扣在这里，对，就这样。我现在把它压平，让它均匀。新的一样啊。哎，拉过来吗？拉软剩过来。那边敢尿软？上下左右，他不会给的。哦，好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多少钱？哦，哎、欸，我多喇叭。很小公车的啊。啊，等你。等你给他带钱啊呢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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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把它粘回去。那大概要等多久？喷完之后回来再看。它、啊、如果放过头，它会不会就不粘？其实不会啦。假设好，你像呢，就要摸最最，是吧？最最的比较。对哦。你要等它干了，它就会可以粘。现在你喷完，然后去洗个手干嘛的？然后回来发现它已经干掉了。应该不要紧吧？你们以前会用喷胶吗？会啊。好，我手可以了。干了、嗯，这个时候就是尿个尿，抽个烟，你再回来。啊，等一下。好啦，干了、啊。好了，它是这样嘛，顺过来，有没有？顺过来，顺去旁边。啊，主要是这個，大概现在刚经营。这原本是尖的，所以那是你把它摸掉了。好吧，不掉了。哎呦，这样。好，换到后面。好了，够满意吧？耶，刚才弄好了，啊，刚好车主在旁边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过年好了，好了，真的没有，睡吧，你可以看一下啊，后面啊，只有一片没有用嘛，一片没有坏，那个没有用。哦，睡耶，其他要看了、啊，我很相信你啊，验收才可以收钱啊。今天这样可以收的，好了，自己的没关系啊，三千块就好了啦，本来六千的，自己的折价，半折，半折，哎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耶。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镜子为什么收七千？嗯，我们要帮他加出现，帮他加盲点，盲点。镜子画上去吗？吼吼吼！哦，我告诉你啊，看不到，他车是红的。是哦，没关系，就先这样。这样用，这样用。看到了，盲点。哇，升级了！这样一片是七千，一万五嘛。哦。
可以的啊，一万五赚一万五入手，对对，服务线站加盲点，昨天开出去又被拍到了，真的是很前面的一台车。好，好了哈，我录回去喽。